口罩是很闷的。其实我现在是感冒的状态。空间比较充足，就是没有雾气啊，而且讲话它不会跟着起伏啊。我觉得好像就不会叫不会脱妆，口罩不会粘在脸上，好吗？嗯，长啊。会很长时间的口罩，就是长时间的。居家清洁，就会有时候会蛮喘的。口罩架在里面不太有存在感，所以对女生来说还蛮方便。